请收看《唯心世界》六祖大师《法宝坛经那么不管喜怒哀乐，咱拢自己去家己去领悟，这是咱上大的专利，咱上大的权利，任何人甲咱抢袂走去。你若唔相信，看下哦，烦恼想抢会走，无可能；欢喜想抢会走，无可能。那么咱看伊烦恼伊欢喜，咱都恭敬一切众生，拢恭敬伊啊，安怎话？讲自我者不假外求，咱阿个你去过，那么啊，拜托啦，你甲我想讲安怎啦，你甲想安怎，一直甲看我都有缺点啊，多啥？那外求，那么世间有一个外求的法门是啥？你知无？想看麦？外求的法门是啥？啊，外求的法门，你知无？啊，你要老师了解。外求法门，判伊，法院判官，法官，调查官，吼、哦，咱都无成就，我得，哦，我得来，调查，我得一项一项甲你问啊，你这对无？你有迄个无？无，没是有无？外求啦，就法官了，那还是内修，是不假外求，想过了。啊，所以咱真侪话啦，啊，烦恼官司啦、官府啦，啊，老师话咩啦，我你个先检讨家己，你若有错的时，家己讲讲的，那叫做自首。啊，若无咧，法官、警察就一定问用拷问，那都是外求，拢都外求啊。好、啊，所以法院、政府设这个是予咱修行的，叫咱甲咱外求，甲咱就业因缘指点咱的缺点伫倒位。指点咱的缺点是多，所以法官是啥人？是啥人？伊的角色是啥？法官角色，法官角色就是咱的祖师啊，代表祖师。五祖要传了六祖，那么中间那一位呢？啥人？咱的祖师、祖师呢？达摩大师，达摩大师过去呢？佛陀做一个中间者。那么法官呢？比如阿兰若唔丢去，法官就甲你问，伊甲你问是问啥人？问一个人，那有办法人？问一个咱，甲咱内底心代替我们内在的心来问咱家己的代志。所以外求外求来甲咱，照着外求一年来告诉我们自己的错误。所以有的做法官，我做法官处理不讨好，但是有法官来做到偏激的时啊，不是真正悟道的时候，法官呐，伊就跟你们反映过啊，阿爸就换别人搞做一法官，咁问，好、哦、外求，啊，所以咱不假外求，咱自己问家己，自己向内心去问家己，反省忏悔。若一向只为其他善之事来解脱假。无有事实，咱爱别人，一直讲，哎，你都有缺点啦，你爱安怎？无有事实啊！但是咱开始在学修行的时候，我们需要，咱需要这个法，需要这个法告诉我们缺点在哪里，需要外求。啊，这是，好像咱学易经的时候，咱自己要不开悟的时候，开始，咱需要用易经呢。啊，一些道理，诸佛圣贤菩萨、佛法神将，啊，照着这卦象，甲咱讲咱的缺点伫多位，该为不该为，不该为不要去为，啊，迄就是借着暂时借着外诸佛菩萨，但是迄本身咱内底家己的，不是别人的哦，
你若了解者，迄咱的自信本质具有，啊，唔是别人的啊，是自己的啊。哦，所以开始，咱真侪人，咱若逐项拢要问别人的时啊，那无有事事啊，啊，无一项对的就对啦。所以，今咱万项代志，已经爱学，咱不要犯，要袂真正要袂开悟以前啊，自己家己从内心去，吼、哦，这里从内底去提出来，提出来，借着阴阳二卦二气。哈、哦，借着阴阳二，借着二气乾卦、坤卦呢，哈、哦，二气呢，啊，阴阳二气安尼呢，来了解我们当下的思维是丢啊，唔丢。过来，何以故呢？自心内有知是诸啊，那每个人自心内底那个知识啊，昨昏累积的知识，昨读的知识，明仔的知识，就是今日读的；后日的知识，就是明仔读的。这拢是自。内心，咱自心内有知识自我，咱有知识自我。咱在座真侪善知识老师啊，哦，那个学者等啊，咱嘛是本着过去所研究的，拢唱唱伫内底，这是都有看呢。什么菩萨已经甲咱讲，咱内底有遮个物件。恁看什么菩萨恁知无？大乘菩萨已经甲咱讲，咱有原来都有啊。大乘菩萨。啊，迄个弥勒菩萨，啊，布袋和尚，迄排一笑眯眯吼，那哎呦，拜托我仔哦，你干创啥？嘿，一排笑眯眯，你内底都有啊，你内底都有钱啊，一笑眯眯的，啊，笑眯眯的，一笑人笑得甲人笑了，唔是讲排钱，啊，你今日伊钓阿罗啊欢喜，伊排咧欢喜咧，唔是诶，伊是咧笑咱大众，原来都有啊，你哪唔知啊？我原来咱都有这个知识智慧，咱也唔知，说得甲咱笑。所以咱爱对内心自己去从反省忏悔，将所有代志头到尾去反省去想了，你就会悟到啊！你就问啊，原来我这嘛是有啊啦。哦，就是内有知识主，知识主我。若起邪迷，妄念颠倒，外求知识，外善知识。好，所以有教授救不过得。那那去到邪个迷去啊！你今日经听出啊？你唔知讲啊？我今日到底来听啥？那那唔知好反省，唔爱做反省那代志时，那叫别惊诶！啊，那叫邪迷，叫做邪迷。好，妄念颠倒，那那妄念颠颠倒倒，翻起翻倒。好，外善之事，虽有教授一部分，虽然有较高的神知识大师甲你指点，嘛未开悟啦，救不可得啦，这无有好救啦。吼、哦，大项代志一直对我一直问，一直问啊，这嘛是无他所救啊。啊，所以有当时啊，咱真济信徒吼，伊是足无奈的是伊会问，正确，咱做这神知识，那个指点如何行？啊，行咧，唔知我行一直问，想讲免合作，家己行，免收咧，家己都我都得到诶，无可能的代志啊，绝对不可能的事情。好，若是正真般若观照，这大意思足重要。也去正真般若观照，这是什么？八正道，正见啊，正思维，健康的思维啊，正确的说话，兼顾健康讲话啊，健康的主要工作，咱人来世间就是要做工作的。啊，过来证明，咱要知足，了解家己。正念呢，咱要爱一个慈悲心。正精进呢，咱来世间就是要精进的。过来正定呢，哈、啊，咱来世间呐，所有一切本来都无的代志啊，咱为什么会发生到这样一个烦恼呢？一定有原因呢。咱爱正禅定，哈、啊，八节观照一刹那间呐、啊，
咱若捌正到任何一项呢，你误着会死啊！妄念智慧啦，智灭，咱是一切妄念都灭掉呀。啊，第三，好，有时伊啊，这个在家修行的阿姨呢，去了老师啊，我想要成佛，想要成道，想要安闲啦。啊，我诶，人叫我爱去出家，我现现四个囝，你做啥呐？阿母叫两只，你叫我要叫我出家，啊，出家囝有人顾。有人咱拢无，你莫要少年，那无人顾。吼、哦，我甲问啊，对啊，吼、哦，啊对啊，囝啊做啥人？要咧要食奶为啥？阿莫一定少年，少年那无人顾，可是有人顾，有人顾咩？吼、哦，你无正正经，你无顾好正业，你不是创个好事啊？无正业顾做个好事啊，修什么行呢？这三啊，一种呢，老师谢谢阿弥陀佛。后壁会用啊！啊，哭那么贵诶！拜托，佛祖去遐跪，你甲跪了，我啊跪了，我来跪，看你拜。吼、哦，你莫安尼，你也免我地主，你是安那呢？伊讲我感谢我诶，吼、哦，即中间即半年来，干咱咱咱咱煎熬偌痛苦咧！我安尼做头路，无惊饲好大，无饲好老，惊饲好大汉。啊！咧，啊！伊开我顿路啊！啊，我是个老，囝是个大汉，安尼是伊会老无？嘛是老对无？啊，所以这信徒是真正高追啊！哈，啊伊啊一片的虔诚，啊，到入去到村啊，那村亭内底啊坐，啊到坐咧，伊讲啊，伊吼这侪年来，一直想讲要成佛，想要佛祖安尼面顶红拜，我足简单嘞，哈、啊，帕拉松一罐。爬到上一罐都真紧红白啊！老师，这我来讲，迄种红白迄个，哎呀，你个想迄你就好啊，你个想到啊，人之壮阔到啊啦，无啊，无惊过好到啊。一正业，我正业不正都正业，伊所以烦恼万念俱灭，所有啥物念咧？万念妄念。啊！过去了，万念俱灰，万念拢是浮起，变灰浮起啊！过去无正确的念头，所以咱伫世间，甲正业，你对正业是上好的修行方法。最好的修行方法就是从正业。啊，正确，咱来世间就会做，要做就是咱的福分嘛，不要做就无福嘛。啊，是做事自性，一物即自活的。你若捌到家己性，咱活着，到活得地。佛地是啥？脚踏所在佛地啊！你心灵的境界，啊，光明的境界，光辉的境界，拢是佛地；无烦恼的境界，拢是佛地。哈、啊，咱的无烦恼、无颠倒梦想，啊，无障碍、无恐怖，心境敢能讲个足详细嘛？无有障碍，啊，没有颠倒梦想，无有恐怖。啊、哦，迄阵呢，你就开始已经见性了嘛，见性你就马上进入佛地嘛，佛的境界嘛。那么你到无尽堂，啊，这口口腔腔无舌，我感觉袂样诶，是毋是？我感觉，哎呦，你办都兼拍一半，啊，你兼拍一半，边个人为了你拍一半，都爱耿耿于怀，好等啊，上经说，我甲你编一个啊，你上下经拢无效诶啊，嘿。哦，上家经拢无好，那上山经，我哎，你啊，那经拍一半啊，我一直想，我等下上山，我再甲你编一个啊，哎，修功就拢无呀。好、哦，所以咱修行啊，咱就从念头念，咱光明念，我们叫啊，我那呢，那法门，当时呢，民国71年的时，观世音菩萨刚开始啊，以后爱修禅都可以修禅。禅宗，哦，是净土。我从净土开始进入禅宗，啊，禅净那就双修。那么咱讲，哎呦，即摆社会真济凡间吼，凡间真济众生，哦，出家修行啥拢那个，都咧辩论啊，吼、哦、是禅宗才有进入才解脱，还是净土宗才解脱？大遐大论啊，我两个拢未解脱。
两个拢未解脱，两个拢未解脱。你便讲你是上当才解脱的，是你嘛未解脱。你讲你好多净化妆才解脱，吼，你未解脱，你嘛未解脱。我告诉你，天底下的事情本质什么，拢无嘛，无什么，无所争。啊，我来来就来，去就去啊嘛。禅宗，咱从内心去做的话，啊，咱会记哩，外面达至茫甲人争执。师尊老祖甲咱开始，袂用甲人有所争执。咱的争执者，你一定输。什么输嘞？即使乎你都辩论你赢，刷嘞你心未安。但系伊唔知小度伊会搞小姐无？你就开始烦恼干嘞，啊个小姐来啦，啊唱者要嗨啊，然后就开始要计时要来啊嘞。结果我烦恼啊，烦恼哪有好？啊你一直烦恼，一直烦恼，所以咱唔好甲人争。莫讲急，你增加急的时，增加论的时啊，咱就一定有烦恼。但是可以议论，可以议检讨，议论莫争论哦。会记哩，咱绝对不要争论，咱要议论，议论，议论是佛法，争论唔是佛法。啊，小姐，这个我会赢，小姐，这个哦，我你才对。你若这个你逐项对，你都唔对。无有是处，但是继续看过，一九一二九二，比如去这个大禅堂，啊，当时建筑师设计，好，我一定爱偌济就偌济，偌济应力，偌济偌济梯啊，偌济管偌跨跨偌跨跨偌济管偌济这偌长，啊，啊算算个啊，你个叫翻来起来，一定无问题。论义提出来论，啊，你莫这样。那我一定有法度，你有法度，结果有法度，看不下来，心就乱了，心就乱，这个地方就倒下啦。哦，所以咱这讲堂嘛，是咱的心啊，还到本心啊，这凝固力、凝聚力，这些呢。咱用论义，未使用争论。争论人牛难，咱就输呀。争论，我若咱唔对去，要甲人硬死硬硬嘴巴，这个徛死停的时，咱就输去啊。所以咱人伫世间，上好莫甲人争论。那争论的人上无智慧，而争论的人烦恼上多。人捌讲老子，贵国主吼，有一口才辩才无碍。师尊一团的弟子会辩才，他不是用争论，他用论义，论义，用论义拢赢，吼、哦，大家拢赢，双赢，全部圆满的。你若争论的时啊，你一定是输的。所以师尊啊，真不爱咱弟子用小姐，啊，你若小姐呢，就挥舞弟子啊，啊、哦，各位爱注意，啊，我们今天，就讲到这里哈。我们下一次的哈，讲到三十三页啊，遐一个无相颂哦，迄足好诶，好、哦、无相颂，恁等下要多练嘛哈。说通即心通啦、啊，如入处虚空啊，微传见性华啦、啊，出世破邪中啊，法即无顿见啦、啊，迷悟有慈极啊，如此见性闻啦、啊，愚人不可一息啊，说即虽万般啦、啊，合理还归一。啊，烦恼暗宅中啊，常须生慧日。啊，邪来烦恼至啊，正来烦恼迟。邪正去不用，清净自无疑。啊，菩提本自性啊，起心即是妄，清净在妄中，但正无三障。啊，世人若修道了、啊，一切尽无妨。啊，常自见己过，与道即相当，受略自有道。啊，过不相烦恼，离道别觅逆道，终身不见道，破破度一生啊，到头还自傲。啊，欲得见真道了，行正即是道。若自若无道心呐、啊，啊，暗行不见道了。啊，做真修道人呐、啊，不见世间过。哦，你若真正修道人，你无看了世间的过错哦，莫看人看掉，你若看人看掉，你就烦恼到位啊。
啊，作践他人灰了，智慧却是折了。他灰我不灰了，我会自有过。但智却灰心了，啊，皆打死烦恼破，正爱不关心了，长生两脚卧，两脚卧不是困难观察嘿，很自在啊了啊。意欲化他人呐，自惜有方便；欲令彼有疑啊，即是自性见。啊，自性见呐、啊，佛法在世间呐、啊，不离世间解，离世觅菩提啊，恰如秋兔脚。正见明出世了、啊，邪见明世间，邪正尽打去了、啊，菩提性宛然。楚宋是顿教，一名大法传，迷闻经理解，悟走刹那间。哦，所以我们这个下一次上课了哈，我们讲到这里，这里是也是非常精彩，而且我们修身养性，教获妙法，啊，希望各位同修嘞，我们不要缺席，啊，不要缺席，我们今天课程到这里一个段落，祝福各位阿弥陀佛。我们现在来回一下。你们观想哈，回向，观想是你们念的法音回向，全部你们的亲人众等功德，因嘛地球家功德叫做回向。回向就是讲，我现在所讲心如明镜台这一块镜子啊，好光啊，反向好那的亲人，好，刚才这为现在是众等，因嘛赶快，赶快得到法益。啊，回向，愿以此功德，庄严佛净土，上报四重恩，下济三途苦。若有见闻者，悉发菩提心，尽此一报身。同生极乐国，阿弥陀佛。王道之国平天下，禅净双修见真心，老天赐福见天台，足得流芳禅机山。王道之国平天下，禅净双修见真心，老天赐福见天台，足得流芳禅机山。